神曲近年来是网络上最为红火的一个名词，现在就让我们回顾一下梦之声舞台上的那些神曲吧。姚旭之的傻仔并不是真的唱自己傻，而是用二的精神愉悦自己，更给大家带来快乐。是变成型男，这似乎不可能，因为我眼睛小，嘴巴却那么大，因为我鼻子小，耳朵却那么大，因为我脑袋小，手掌却那么大。每当我张开双眼，可恶的抬头纹就会出现。我是爱帅乐观的傻仔，我是爱向天开的傻仔，对着镜子说三遍我很帅，立刻就变帅。我是害羞腼腆的傻仔，我是看见女生脸红的傻仔，哎哎，我真的傻得很可爱。谢谢谢谢。高克松放下家里的苦瓜地，卖了摩托当盘缠，自创了歌曲《我的梦》，但他离他的梦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。只是没有你的陪伴，我的梦在远方，在远方等着我，我的梦在远方等着。好了，不，哎，我跟你说呀，你这是唱歌呢还是招狼呢？一副女仆扮相的胡一凡唱起变奏版 Poker Face， 这种日系与欧美系的混搭倒也是别具一格。Carry my, no, he can read my the poker face. She's a gun, no, not nobody. Carry my, no, he can read my the poker face. She's a gun, no, not nobody. Okay. 如果刺挠在东北方言里就是痒的意思，而陈希俊却用这个词彻底颠覆了原先这首小资情调的痒。很脏，挠挠挠，这是你的方式。挠挠挠挠，这是你的方式。是人生一种态度，挠会让你觉得舒服。挠，如果你不想洗澡，咔咔夸夸，你就使劲挠吧。哎妈呀，真爽啊，反正我不用洗澡。哎妈呀，真得劲儿，再给我挠挠这边儿。哎妈呀，舒服啊，原来挠挠这么得劲儿。啊，爽。好逗啊，好可爱呢。2013年最火的是哪一首歌？2013年大家最爱做的又是什么？没错，那就是在人民广场吃炸鸡。许明明一首《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》，不仅唱红了各地的炸鸡事业，还唱火了自己。你在声东击西，但疲倦依然我懒得怀疑。最近你变得很冷漠，让我有点不知所措。其实我没期待太多，你能像从前般爱我，即使连约会你都逃脱，什么解释都不说。不是我不知道，爱情需要煎熬，不是我没祈祷。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呀，而此时此刻你在哪里？虽然或许你在声东击西呀，但疲倦依然我懒得怀疑。我在人民广场
吃这炸鸡呀、啊，而此时此刻你在哪里？哒啦啦滴答哒，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呀、啊，而此时此刻你在哪里？声东击西呀、啊，但疲倦已让我懒得怀疑。我光着吃吃炸鸡，而此时此刻你在哪里？不是我不知道，爱情需要煎熬。不是我没祈祷。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呀、啊，而此时此刻你在哪里？说到神曲，毫无疑问要给三天三夜。拥有最高音的吴强真的把这首歌唱响了，差一点，它就成了《梦之声》的主题曲。三天